咳嗽发烧，我今天也发烧，今天肠胃炎，躺在那个床上醒不来，我只能躺在床，我只剩下抓神奇宝贝力气了，我只能躺在床上不救，然后就我就两手开开，双脚也开开，然后两眼合上，就是等投胎的那种感觉。我真的什么力气都没有，肠胃炎就是全身无力，发烧又头痛，然后手就这样拿着手机，等待它震动，等待怪自己上门，然后震动眼睛睁开不去，再开始抓，然后后来抓到我觉得快不行了，我真的觉得我快往生了，我就用那个手机的 APP 叫车去带我去看医生，然后去看一下就好一点，然后回宿舍路上开心抓怪，开心刷补给站，然后很好笑哦，我就是因为坐在车上，那车很快，你就要赶快经过补给站，你大概只有一两秒的时间可以转，所以你手速要很快，你要一直盯着地图，哦，前面补给站快到，快点刷，哦，补给站快到，快点刷，哦，补给站，哦，快点刷，所以在车上我一直盯着那地图，然后因为看一看，我看到哦那个。因为我们的地方很难讲，我们住的有点偏僻，所以我都跟司机讲一个大概，我就说你这条路一直开一直开，快到我会叫你。然后他开开啊，快到哎，那啊不好意思，那前面道馆左转。我跟司机说，我就看着那个神奇宝贝的小地图，我说啊不好意思，那前面道馆那边左转。然后司机就我说啊。我们还没有意识过来，什么、啊、哪里有道馆？我就说，看上面有一只卡比兽那个啊，然后我才发现不太对劲。我说啊，不是啊，那个前面红绿灯那个路口有一个那个柔道的武术馆，在那边坐镇。他说啊，好，我硬凹，然后他就走到红绿灯，然后他左看右看找不到那个柔道道馆。然后说啊，那个前几天那个他们那个招牌。被台风吹掉，还在整修，没有招牌。对了，就这边转上去就好了。我真的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你神奇宝贝，你一定得一直看着地图，然后你一直看着地图，你就会把它想象成是真实的。对啊，它也是真实的啊，就刚好有个地标，有个道馆，就在我家那个宿舍门口那个巷口。我就看到道馆左转，我讲出来我还觉得很理所当然，真的只能用理所当然去。直到他抛出了一个疑问，他一声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劲。因为我出门的时候经过你们宿舍，你又知道我们宿舍在哪？我刚刚差点把神奇宝贝地图打开给你们看，还好。我忍住了，我收住了，不然到时候你们从那个去看，发现我住哪怎么办？然后你们每天就妈的一堆 CP 2000的过来站我门口的道馆，我都不用混啊，真的我都不用混了。你他妈不回一滴血，你留在这里惹人嫌吗？蜘蛛一进来你就要往生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吧？闪帮我啊！真的绑到了，他们有点强，哇，被咬爆了！我大妈的，跑线跑输人，兵也被洗，还被 gank， 哇！我大上级精英玩家，难怪会沦落至此。